人类特别用北京犬来培育体型迷你的新品种。Hello， 大家好，我是吉雷，今天来到狗狗冷知识的时间。为什么又要拍狗狗冷知识呢？上一次我不是有拍一个狗狗冷知识的影片吗？那其实回响还不错，所以呢，我找了一些狗狗冷知识来和大家分享。今天我又找了好几个我从来没听过的，又要真的假的了？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好，那我就马上来一个和大家分享吧。今天有几个冷知识呢？我也不知道。狗狗冷知识 ，Go。好，第一个狗狗冷知识是狗狗的始祖是小黄鼠狼。小黄鼠狼是什么？小黄鼠狼是生活在4000万年前的细齿兽。什么是细齿兽？然后狼、浣熊还有熊也都是从这种动物演变而来的哦。哇，那这个动物还蛮伟大的，它创造了很多动物哎。好，第二个狗狗冷知识，狗狗的耳朵是由18块肌肉控制，然后它们的两只耳朵可以独立做不同的动作，所以它们两个耳朵可以同时做一个动作哎，所以它们可能可以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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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可以这样这样这样。好，下一个狗狗冷知识是吉娃娃这类的小型犬比大狗侦察到的声音还更多。哇，真的假的？所以吉娃娃蛮厉害的。好，下一个狗狗冷知识是秋田犬其实看起来很老实，但是秋田犬其实非常非常之调皮，他们坏习惯很多一大堆。听说如果家里有养秋田犬的话，申请房屋保险都会受影响哦。太夸张了吧？应该不是台湾吧？应该是日本吧？我到现在还是会秋田跟柴犬，我还是搞错。其实秋田好像就是比较肥一点，比较大只。下一个是狗狗懂得体会的第一种感觉是抚摸，是抚摸啊，弟弟。是抚摸。好，下一个，为了方便携带，人类特别用北京犬来培育体型迷你的新品种。真假的？因为比较娇小，所以有的还可以直接放入衣袖。好，下一个，听说边境牧羊犬和贵宾犬是最聪明的犬种。这个我知道，边境牧羊犬是最聪明的狗狗，第一名，然后第二名是贵宾犬，然后比熊是第三十几名，第四十几名。西游不在，哈哈哈。没有，西游也很聪明啦，比熊其实也很聪明。下一个是，据说狗狗其实不怎么喜欢被别人抱，因为在犬类的世界里啊，把四肢放在别的动物身上意味着支配。哦哦，就是我支配你的意思，我支配弟弟的意思。可是狗狗就是很可爱啊，当然拿来抱的啊，对不对？然后一定要摸一下。下一个狗狗冷知识是，狗狗可以听到、闻到、感觉到天气的变化哦。好，讲完了。今天讲了几个？如果大家有别的说法的话，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好啦，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订阅优秀频道，然后喜欢记得按赞、分享、留言，不要忘开小铃铛哦，这样新片才有通知。有空的话，也可以去我的 FB 粉专还有 IG 按个赞哦。呼呼，好，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个影片哦。好，我记得拜拜耶。